今天带大家看三星的 Freestyle 的一款新品，它是一个微型的投影机，它只有 0.8 公斤，它可以呢直接投射出30寸到100寸 4HD 的画面，并且有180度的视野，它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哦，可以躺着看，呵，可以外接 HDMI 连 PS5， 可以桌面投影来下棋，可以制图投影变成网美灯拍照，再加 KTV 还有气氛灯哦。配件的话呢，有三个颜色的软壳外壳，但是如果你是露营 outdoor car 的话，防水壳一定要选起来。最后它还有一个外接的行动电源，但是如果你本身有50瓦20伏的行动电源的话，也是可以通的哦。最后还有一个塑胶的灯盖，也可以让你家直接变成一个气氛灯。整个售价呢是28900元，你会入手吗？还是觉得有点小贵呢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哦。